好紧张，好紧张。我们今天能在上海北区大戏院开我们的演唱会，谢谢大家能够来这么多人，真的没有想到，谢谢你们。环节是一段比较带劲的电音的主曲，接下来我们要带来的是一段偏柔的歌曲，会唱的希望能够一起唱好吗？而且也是我们很少这样安静的唱歌，都是对，我们不太擅长这个，对，所以今天还是，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唱的是一首新歌，我们大家应该不是很熟，也是我们今年的新专辑《深埋倔强》里的一首歌，叫做《明天》。我还是把墨镜摘掉了，想看看你们。OK， 下面这首歌叫做《回忆》，我想教大家一起跟我们互动。
们的声音，回忆送给你们。好好的唱歌给你们听好吗？做不成，而且将是我们从来没有尝试的不插电的方式，所以有请我们的吉他老师和贝斯老师，给他们一点掌声好吗？那么第一首不插电应该给大家带来的作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叫做《海》，希望把大家带到沙滩上，好吗？你们准备好了吗？老师们准备好了吗？ OK， 把这首海送给大家，谢谢。
安静的唱歌还有人觉得还行是吗？怎么样？那就再多唱一首。OK， 像就是上海，今天在上海也觉得那个雾霾也有，所以就是正好是夏天，然后希望每天的空气还有天空都很好，然后下面这首歌跟夏天有关，叫《盛夏的幻想》，是不是？这种歌我觉得我有点水土不服。松哥，这里舒服吗？
啊，那再来一首吧。还想再安安静静听一首吗？再把现在这首歌送给现场的所有的女孩，这首歌叫做《亮晶晶》。把荧光棒呢挥起来，安安静静听歌。你的眼睛一闪一闪一闪亮晶晶，唱的情歌一闪一闪一闪甜蜜蜜，我的心啊一颤一颤。你会听得更大，我就算没有钱，因为能够做到最好。用我们的界限，我唱着戒烟，成为超人，自己的电脑午夜变换，六层的上面看看机关串，最惨的睫毛云端上，我的头发你分是半次 action， 我希望你们的 passion。不知道今天他有没有来现场，肯定没有来。所以不管怎么样，然后我们下面这首歌叫《遥远星球的来客》，就是献给我们的自闭症儿童。对，希望大家非常踊跃的观看《遥远星球的来客》。献给不爱说话的小孩，也献给你们。装乖，涂满了童话般的色彩。
谢谢。我刚才，我问大家一下，我刚才节奏对吗？因为我的这个反送始终还是没有声音。我像一个，我相信你的乐感一定会高度成长。你们相信吗？真的好吗？大家都看过刚才那个忍者神龟吧？那么我们就互动一下下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我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好吗？我们说 Just Go My Baby， 你们说 Baby 可以吗？试一下，试一下，我想听听这边的朋友的声音。 Just Go My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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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中间的听一下。李强，你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啊？我说这个你就说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要跟大家一起，因为需要很大的声音。因为这首歌叫《狂欢警报》，对不对？对啊，我还没有说歌名的话，待会儿再告诉你。你得说清楚。我还没有准备。虽然我的耳朵不行，但是我能听到你说话。不要着急。要不要较量一下？不要着急，中间的朋友的声音 ，Just for my baby。右边的朋友的声音 ，Just for my baby。全部的朋友的声音 ，Just for my baby。OK， 我相信。把我的台词都抢了。没关系，来吧，狂欢警报拉响吧。
我开心吗呀？开心。OK， 这样的。大家看到我们这么流这么多汗，是不是感觉在热爱？好吧。没有，其实舞台上灯光一照下来，就跟热带一模。我也很 happy， 因为我的耳机好使了。刚才发现耳机坏了，可以全力以赴。那你现在耳机好了，那你要带大家到哪里？现在？好了，不，你现在耳机好了，你要不要表现一下？要不要听唱一段？对。他们两个就给我挖坑，因为这歌的那段啦啦耶，我唱特别搞笑，知道吧？是，来搞一下笑，让大家开心一下。对，我刚唱完还不是不算开心一下吗？好，我没事。好。Will 带你到热带。还有磁性的声音。Will 其实这期就是交给你们了，我们一起唱，这是我们新专辑的一首歌，带你到热带，我们一起来。欧啦啦耶。
客人喝是真的。初到我们什么有前辈的事情。这问题让我想到了一对夫妇，现在他们已经是为人父母，没有他们就可能没有 NGBC。因为当时是有个电影的主题曲，我们想找一找新人的方向来试试。嗯，第一场是绝对最好的，所以我们就是顺利的通过了这次的考验，然后就正式通过电影《太子主题曲站起来》正式出道，打到主流的时代。今天的对阵，当然我们有邀请他们来看北京站的演唱会，不知道他们今天会来参加。其实也还有第二个让我内心就是更多喜欢音乐的人知道。他是怎么着呢？他是当时青春派的表演，情气非常的高，递给一个 demo 剪刀的片片，对，样片，然后在看片会上，大家反应挺好的，然后刘杰导演就把这个曲子，这首歌用了代表作品，所以说我觉得山东这个节奏，哎，对，是的，是的。
哎，谢谢大家还都坐在这里等我，我还以为有人能走啊。看我们这个装束也知道，这一趴应该是比较偏摇滚元素的，你不要走开吧，走开好燃了吗？不要重口味。OK， 下面这首歌也是要跟大家一起互动一下，交代一下，好吗？得看看准备准备好，是是。对，准备好了吗？我教大家一下，我们两个示范一下。OK， 这首歌叫做《穿越》，我们说穿越二三四，你们也说穿越好吗？试一下哈。大家都在认真的用力
其实没有唱准，没有关系，因为说新歌，所以跟大家互动一下。好，冠军送给你们。
头唱好不好？那我们离远一点。有这么难听吗？我们离远你气场太大。独一无二。请不要逼我下手。
到了，刚才金芬说了，我们今年出了一张专辑叫《深海倔强》。今天可能来了有些朋友也不知道专辑，也可能有不认识我们的，希望今天听到我们的现场以后去支持我们这张专辑《深海倔强》，谢谢。现在就这样，以下面这首歌，这个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很荣幸跟华硕一创志愿者成为华硕一创志愿者的大使。那是什么大使呢？就是关于留守儿童的，然后他们希望我们用这首歌将会跟他们一起走到留守儿童的贫困山区，然后给他们加油。所以我们演唱会也完了，接下来一两个月之后会去做这样的行动，对，也不给大家。就这样送给大家一首坚强的歌。活动的志愿者来到现场支持我们，谢谢，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
然后感谢我们的导演组、舞美、视频、摄像、设备组的各位老师，我们的音乐总监谭一哲老师，以及团队的贝斯手王伟、鼓手胡玉飞、键盘刘悟、Program 郭金城、吉他冯忠，还有 DJ Charlie， 还有音响团队 Maxine， 还有我们的舞团，还有服装团队化妆老师，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特别感谢现场的媒体朋友，还有你们所有。
稍等稍等，谢谢大家，辛苦你们了，前面来，一、yeah!